到底佐佐的大闸蟹活力有多好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啊，这也是我们要分辨大闸蟹它有没有活着啊的一个方式之一哦。稍微轻轻的敲它，它眼睛会动。那要怎么看它有没有饱满扎实呢？我们这一批进的是给香港人吃的港货。那一只大蟹呢，它有没有好吃呢？其实可以按压它的第二只脚哦，它第二只脚的肉。现在因为它现在已经被绑起来了，所以我们比较不容易可以看得到。我们来看哦，大蟹的屁屁这边有裂开。其实就是它蟹膏饱满的一种征兆哦。那再来呢？其实我们去看它的，它的腹部的时候，我稍微轻轻的按压它，是扎实的肉，不会一按下去就破掉，那表示它的肉是很饱满的，还有这个地方，它会有一点点红红的，就是它的膏。已经有成熟饱满到一定的程度才会这样。那其实呢，每一只大蟹啊，都会有它的蟹膏跟蟹黄存在哦。那很多人会搞不清楚蟹膏蟹黄是什么，改天大家再继续看佐佐仙的直播，佐佐会教大家怎么分辨蟹膏跟蟹黄。